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力战调研，指出要发挥优势，提振信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温占斌会见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畅徐与乡情，敦睦相议，并就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进行交流。对话潮商专访谢国民先生，把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感恩报本的潮人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接续助力汕头特区再创新辉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率访问团力善，实地感受家乡建设发展新变化，汲取传承华侨先辈宝贵精神，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小公园之约举办潮籍名家音乐会蔡文峰专场演出，市民游客和音乐爱好者近距离欣赏华夏正声传统艺术。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9月24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看汕头新闻，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2到23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乐江一行力善调研，实地走访基层工商联、商协会组织和我市多家民营企业，深入了解关键领域民营企业核心技术创新、企业经营发展情况，把脉企业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听取党政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市委书记温占斌、市长曾丰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宝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宏杰内衣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明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万顺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德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等我市民营企业，深入了解汕头新兴产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前往汕头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澄海区工商联和澄海区玩具协会，调研基层组织在团结引领、支持帮助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走访调研过程中，徐乐江高度肯定了汕头在抓好实体经济、创新构建三新两特一大新产业发展格局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绩，赞扬汕头立足自身优势，以文化引桥、政策汇桥、平台联桥、经济聚桥，切实将桥的优势转化为桥助汕头高质量发展优势。徐乐江指出，汕头区位优势独特，民营经济发展活跃，特色产业基础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要自觉扛起使命担当，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引导民营企业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大政方针，扎根本土，提振信心，结合自身资金、技术、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势，把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希望全球潮商能够厚植家国情怀，承担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主动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徐乐江指出，今年是全国工商联成立70周年，各级工商联要牢牢把握政治建会、团结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总要求，紧紧围绕促进两个健康主题履行职责，发挥好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持续在加强自身建设、夯实组织基础、强化思想引导、推进改革发展等方面用力，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强化政策支持，助力企业更好开拓市场，以崭新面貌谱写工商联事业新的篇章。全国工商联社会服务部部长吴建辉、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汉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立文、省工商联主席、延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之烈、市领导蔡永明等参加调研。
九月二十三号下午，市委书记温占斌在市委迎宾厅会见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双方在亲切座谈中畅叙乡情，敦睦相谊，并就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深化互利合作共赢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汕头实践等进行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曾丰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宝，市政协主席邱义辉，十三届市政协主席、国际筹团总会主席谢泽生参加会见。温占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谢国民先生一行回家乡考察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向谢国民先生和正大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家乡发展建设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需要家乡人民的团结拼搏和不懈努力，更需要海内外潮人的关心帮助和鼎力支持。当前，汕头正抢抓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之路，发展动能强劲澎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品质加快提升，人气商气不断汇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希望谢国民先生和正大集团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参与家乡建设发展，鼓舞和引导更多海外华侨华人到汕头投资兴业，携手推动我市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进东南亚，走向全世界，为汕头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市委市政府将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侨商侨企在汕创新创业、工作生活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保障。谢国民对汕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生机勃勃的城市活力表示高度赞赏，对汕头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指出，家乡的发展进步是海外潮人的共同心愿，当前的汕头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全力支持汕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考察产业项目，积极促进汕泰合作，为推动汕头现代化建设，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贡献力量。市领导蔡永明、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资深副董事长谢明星、副总裁李文海等参加活动。秋分时节，情满侨乡，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84岁高龄的谢国民先生，时隔4年再次踏上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在秋收之日感受家乡发展硕果。在接受汕头融媒记者专访时，谢国民先生表示，未来将一如既往支持家乡发展，把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感恩报本的潮人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接续助力汕头特区再创新辉煌。非常欢迎您再次回到咱们的家乡汕头哈、我们都知道您一直非常关注、非常牵挂我们家乡的发展，那今天您再次来到这片故土，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感觉到汕头的基础建设很完美、很完整，这是我一个，因为我很多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了有这个感觉，街道都很清洁，基础建设都很好，这个是给未来这个发展很重要的基础。谢国民祖籍汕头澄海，是著名旅泰侨商谢义初之子，汕头市荣誉市民，现任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197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谢国民带领正大集团率先投资深圳，成为第一家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1982年，正大集团在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2016年底，正大集团在汕投资建设了在中国的第一家购物中心——卜蜂中心。40多年来，
正大集团在汕已投资开办饲料厂、物流中心等多家企业和各类业态零售门店。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在中国设立企业600多家，是中国外商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领域最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之一。当时是我父亲，他一直是看好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一定可以发展，所以都告诉我们，准备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发展。特别我父亲对这个爱国的情怀很深浓，很深，又很有信心，说中国会发展起来。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同时，谢氏家族也热心家乡教育和公益事业，先后捐资兴建澄海华侨医院、华侨中学、华侨小学、彭中华侨学校、谢以初中学、正大体育馆等，赞助潮汕星河奖基金、设立讲教讲学基金等，累计捐资超过1元人民币。谢国民作为谢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在促进汕头的对外交往、发展汕头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谢国民表示，不忘故土、感恩报本是潮人精神所在，此次来汕也希望在后代心中根植爱国爱乡的情怀。你又懂得感恩，懂得报恩，如何把我们好的文化传给子子孙孙，这很重要。当前汕头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之路，奋力书写新时代侨的文章。在广大华侨华人的关心支持下，如今的汕头发展动能强劲澎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谢国民认为，企业发展在于创新，创新改革，创新用现代的 AI 啊、数字化啊，这个还有这个机器人呢，未来一定是这样的。未来社会在用了4.0时代、高科技时代呢，一定会产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今年7月，汕头市友好代表团访问泰国，推动双方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加强互利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汕头正高质量筹办2024年两大国际潮人盛会。谢国民认为，汕头市委市政府以心连桥、以情引桥，不断增进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与家乡的情感交融，这无疑给了广大华侨华人极大的信心。他希望全球潮人都为家乡发展再出一份力。我看现在汕头是具备了腾飞的时期了，如果大家都回来，当然这一股力量就不得了了，全中国的潮州企业家、全世界的潮州企业家，所以大家的思想又开放，应该来我们自己的家乡做贡献。9月23号，由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率领的访问团一行立善，实地感受家乡建设发展的新面貌、新变化、新活力，追寻华侨先辈的足迹，汲取传承华侨先辈的宝贵精神，同祖国家乡共建共赢，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邱义辉陪同参观。金秋九月，凉风送爽，在澄海区樟林古港，雄伟的红头船在秋日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访问团一行首先来到这里，漫步在广场上，感受厚重的华侨历史。热情的志愿者为来访的华侨递上功夫茶和潮式糕点，
让回到家乡的华侨们甜在舌尖，暖在心头。这种糟糕修理个回事哈，那老来搞回事，要该新鲜回事，家己叫家己呗，来多来接这个绿豆糕，回事好接，搞不会的，那啊，真欢喜，来搞这个那个。大包瓜丁啊，那整理这口感个这个六五面个。适逢秋分节气，作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泽宏故居，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也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泰国客人。对于访问团中不少首次到访汕头的青年人来说，这一风格独特的建筑让他们倍感亲切。Because our family came from Shantou, right? Because like every building, they have like some detail that's so like, so delicate and super detailed. Well, actually, we haven't like really thought of the city, but when we come, we really impressed of people and all the culture, food especially, and we think that we have many similarity between the city and Thai.And our hometown in Thailand. 在陈泽宏故居，精心安排的潮曲和木偶戏表演吸引了访问团的注意，大家驻足观看，一边感受潮汕文化厚重的底蕴，一边追寻华侨先辈的足迹，感受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I feel very happy, and I feel like, you know, I can.Like follow my ancestors them, and this morning we went to the port. That actually my grandfather and my grandmom, they left this port to go to Thailand, to go to Bangkok. Yeah, like you know, nearly 100 years ago. Yeah, definitely. Of course, in the future I will go back to Thailand and you know ask my friend and tell my friends about it. That you know.Because this city is very nice and it's like more cultural. Mm-hmm. Yeah, so I think. Not too far from Thailand, too. Yeah, it's like, not too far. Two hours from Bangkok. Yeah. 作为此次访问团团长，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近年来已经多次来访汕头，他十分关注在泰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成长。非常看重他们对家乡的认同，对中华根脉的传承，因此每次来访汕头，他都会带领一批华侨华人新生代随团参观，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人才的培养和新生代的交流。我就鼓励我们这个新一辈，不是我们的孩子，全部又鼓励他们，就到我们家乡没有来过的，我也在鼓励我们潮汕人。跟那个三十年前跟他们听的不一样，要一定要看，我们的发展怎么样发展。第二个要勤奋的给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是可以随时可以拿来用，也可以在那个全球的发展。余晖伴晚霞，征音绕梁。昨晚，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中山纪念亭旁迎来“小公园之约”潮籍名家音乐会蔡文峰专场演出，让市民游客和音乐爱好者面对面感受百载商埠的历史变迁，近距离欣赏华夏正声的传统艺术。一曲欢快的古筝合奏《丰收锣鼓》，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拉开了专场音乐会的序幕，接着《高山流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柳青娘》《夜色小公园》《平湖秋月》等各具韵味的曲目精彩上演，或悦耳悠扬，或婉转连绵，或荡气回肠的曼妙乐音，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今天在小公园能够在这里听到蔡文峰先生的一个音乐会，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我觉得小公园定期在这里举办这种活动呢，能够陶冶我们观众的情操，能够这种音乐会也非常具有它个体的一个独特性。我觉得他弹得很厉害，我从幼儿园学古筝学到现在已经有学四年了，我希望把这门国乐传承下去。希望女儿能从中得到那个学到知识，让她能感受到蔡老师的专注，让她把我们这个
国乐传承下去。著名古筝演奏家蔡文峰专程返善回报家乡，主演该场音乐会。二胡演奏家刘宇生、青年古筝演奏家蔡一雄和汕头漕运筝团倾情助演，艺术家们以公益的形式为市民带来一场风格独具、高水平的筝乐艺术。古筝又名汉筝、秦筝，是汉民族古老的传统乐器，有着众乐之王、东方钢琴等雅称。作为古筝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蔡文峰在作曲演奏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造诣，并且举办多场不同风格的古筝音乐会，开创了蓝调古筝的先河。演出足迹遍布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多国城市，以古筝演奏、器乐作曲、流行音乐作品等形式多次荣获国家省部级大奖。做一个朝上级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从事者啊，我觉得大家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常回家看看，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潮汕人民，就让大家在除了物质生活的提升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化也应该是这样去提升。小公园之约潮籍名家音乐会系列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汕头融媒承办，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协办。自九月起，在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每月将举办一场潮籍名家音乐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结合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人才荟萃效应和小公园人才讲堂周六有奖联动效应，挖掘优质乡情资源，推动潮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引导新一代华侨和潮人树立家国情怀，反哺家乡建设。我觉得侨民这一块哦，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的对外的传播的东西，它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漂洋过海。然后它第二次再回流的时候，它会带着更多的德语沉淀的东西，它在跟当地的音乐或者说跟当地的文化在交融之后，然后回过头再回流回来，觉得这一圈应该值得走一走，这样才是一个历练的过程。大家应该拧成一股绳，多方位的去吸取这些资源，就说请多一点潮籍名家回来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这无论是经济的建设也好，精神方面的建设也好，我觉得都很重要。据悉，每场演出将精选经典曲目、名家原创等，将家喻户晓的歌曲作品加入不同元素的音乐文化，搭配合成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音乐会，让市民游客和音乐爱好者在感受百载商埠历史变迁的同时，近距离欣赏华夏正声的传统艺术，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为汕头加快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贡献文化文艺力量。由中共汕头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汕头市金平区委组织部主办的小公园人才讲堂周六有奖，23号在小公园潮汕文艺人才交流中心举行。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生导师陈耶应邀作《从港埠到侨乡：樟林古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育》专题授课。澄海樟林古港有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航港口之一。去年，汕头市丝路寻踪文化游线路入选全国300条乡村旅游学习体验线路，樟林古港就是其中熠熠生辉的明珠。陈耶博士从樟林古港的变迁史中，结合多年在樟林的乡土文化保育实践，深入浅出地从乡土建筑活化、信俗传承、侨批保护三个角度畅谈潮汕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通过这次的讲座呢，我觉得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整个樟林的一个发展历程，干货满满，收获匪浅。我让我那个更加的能够详细系统那个深入地了解到我们樟林古港它的历史文化，它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到我们现在怎么传承的，还有它的人文文化。观众朋友，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